講白，我哋而家做個膝頭練力運動，個做法咧就係咁樣嘅，首先企埋少少先，然後手咧就要扶住欄杆。好啦，我哋將壞腳踏上一級，踏好咗之後，我哋就將身體嘅重心移向前邊。好，然後企翻好。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膝头的肌力和控制能力。这个运动最少要做10次、记住这个运动和我们平时行楼梯是不同的，因为行楼梯是要用好脚上肌。这个运动只是用来练习肌力的。是的，做得很好。